不客了，不客了。好了，等等啊，没事了，没事了，不客了。没事啊，没事没事，快请坐，请坐，请坐，快请坐。我要上厕所。简介，你五分钟前刚去过，没事，打麻药就不疼了。请坐。李尖尖，哪位李尖尖？这边，请到这边。简介，简介，放给我。深呼吸。哥不会走的，哥一直陪着你，走吧，走。没事啊，打麻药一点都不疼，真的。你骗人。一般越紧张就越害怕，没事，打了麻药就不会那么疼了。医生说了，一会儿就不疼了。好，那我们开始，来，啊，张开嘴巴，啊，好。那时候是不是感觉好点了？这两天可以吃冰淇淋，而且拔了就不会发痒。怎么了？你们不说话呀？想什么呢？你以后当牙医就好了。我做牙医了，你就不怕了？怕？我真的很害怕，那个医生都拿锤子敲我。哎，你别问我这个了，我不想回忆这个。我想上厕所。啊，走啊，我自己去就好了。没事，我可以陪你。不用不用。我们现在已经过了手拉手上厕所的年纪了，你不是还有事儿吗？啊，我没事，我没事。李尖尖，来五号室。走，来了。瞎跑！我回来。亲爱的，放开我！过来躺下。张过来张嘴。我其实不太疼。张嘴。有两个龋齿，其
中一颗牙洞比较大，牙神经暴露，现在因为食物欠塞导致发炎，先清洗消炎，等炎症消了再做根管治疗。放心吧，我会轻一点。嗯，别紧张，你看头顶的灯，像不像那个兔子洞？爱丽丝透过那个有光的洞，到了另一个世界。去以后不要吃太烫太辣的食物。对了，少吃甜食，回去好好刷牙。我给你开了漱口水，等炎症消了以后来复诊。谢谢医生。李尖尖。啊。起来就好了，谢了啊。都变成大姑娘了，还怕看牙医啊？哥不会走的，嗯，哥一直陪着你。这个月亮真是的，你早跟我说是你不就好了吗？我让他瞒着你的，我没想到你没认出我，我变了很多吗？没有没有，是我太紧张了，我就没想过那是你。哥，你穿白大褂真好看。谢谢夸奖。嗯，你也越来越漂亮了。嗨，我漂亮什么呀？我出去人家都说我是小孩，我去酒吧人家都要查我身份证的。哼，在我眼里，你最漂亮。谢谢谢谢谢谢谢捧场。哎，对了，你回来，你爸应该很高兴吧？嗯，高兴。小哥的事你没跟我爸说吧？没有，他不是要搞什么惊喜？也不知道他要搞什么，他还不就是想太多。哥，你去忙吧，别耽误你了。没事，我刚来，还没正式排预约，不耽误。哎呀，我时间不早，我要去工作室了。都快中午了，要不一起吃个饭吧？不了不了，我也不太舒服，也吃不了。有事微信联系啊，哥，微信联系。